幼儿园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老师要教关于交通工具。好，首先是三轮车。你们知道三轮车有几个轮吗？我们一起数吧，一、二、三，有三个轮。车型车，你们知道有几个轮吗？我们一起数一数吧，一、二，有二，我们也可以说两个轮。公共汽车，你们知道公共汽车的轮火车，呜呜火车，呜呜火车。